涉嫌干犯国安法被捕，正系身处海外嘅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，喺星期四嘅限期前未有依时去到警署报到，违反保释条件。消息话，周庭嘅妈妈系佢嘅担保人，星期五朝早被警方邀请去到大埔警署协助调查。周庭涉嫌干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，喺12月初曾经喺 Instagram 发文表明唔会翻香港报道。警方表示严厉谴责呢一种畏罪潜逃嘅羞耻行为，并且会全力依法追捕。